严登。这小人，我刚刚在上面明明挺好的，你非要喊我，喊我不说还故意松手，安的什么心啊？我并非有意松手，刚刚那个场景我梦到过很多次。怎么可能啊，你一个捉妖师怎么可能会梦到我一个莲花精呢？刺恋什么呢？不是你，我也不知道他是谁，或许是我从前的孽债吧。这太多次了，我眼看着他伤心欲绝地跳下桥，却始终看不清他的面容。可能是你喜欢的女子吧，我经常在画本看到，说是以前亏欠的情缘，如今便要再续。口口声声说要摒弃情爱，结果呢，你却念念不忘。看来这个凌霄派的掌门你是做不成了。或许你梦中出现的那个女子是圣德？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？圣德曾经说过他跟你厮守了一生呢。我自己的心我自己最清楚，你要裁好了没？裁好了我们就上去。这水母散落的光绪便是药引，只可惜招也太少了。抓紧了。时光风絮，红尘沙里吹想你，心自犹如潮汐，频频问起情之所及，只怕眼角泪滴一次融掉你背影。我的知情我的失言，我的全部都骗想你。春秋来去，一往而深，向你前行。美在春香人静，尘埃落地，月有情。